真的这样。好，请问完成哪里？然后就是来到那么好的风景之下，都还要继续剪片的，剪片的，在广东话说。但真的有人买耶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文物，嚟到啦嚟到啦，呢度系国关古关主关古关，呢啲系我嚟紧呢两日嘅队友，佢哋而家咧见到啲好大嘅，你想买？哦，好大哦！我要先介绍一下新朋友 ，Elia， 这个是Tico， 这个是。好啦，见过这个人了，这是谁？好啦，真的耶，是同一个，真的，一模一样的。我是北山雪梨呀、啊，哎，五特大这个是1800，哦，可是会比较好吃，讲真的会比较好，这个会比较好。冻伤咗少少就买平啲，跟住头先李市长话咧，有冻伤过的才是好吃的，特别甜，非常甜。试过测试过，用个袋包实佢哋，跟住咧系可以放到10个月啊。宣导的，哦，就是你们每天都在这里吗？不一定，哦哦，是给你拿。好，是他派我们哦。对，大家一起拍，我一起拍啊！拒绝酒驾还是？哈哈哈哈哈！谢谢，感谢。馒头啊！哦，那请问里面有包馅的吗？有。哦，好，就是我吃完这里猜一下是什么馅。啊。おいしいですね。再讲一次。おいしいですね。哈哈哈哈哈！帮你们等一下，帮你们拍照。And on we'll go. 五官也没很好拍，哎，直接拍了。Hello， 我是 Shell， 而家下昼3点啊，多啲去咗饭店 check in 先，落雪毛毛雨啊。大家看看身后的风景是这样的，是。今天我们就是睡这个4人房啦，带大家 room tour， 再来过。案件重演，噔噔，一入来见到，哇，今晚可以泡澡在这里。哎，那么巧，你们在房间哦。被抓包了。没关系。妈的，你懂。哎，很尴尬，我发现平常都是在自拍。过去，嘿，看下出面嘅，咦，原来有玻璃。嗯。喺呢度出。最好放着的地方在这里，原来我们已经公关了，大家落去浸温泉，他们在这里泡着，浸着脚仔，我要落去了，喝的啤酒，他真的带酒来哦，台哦，厉
干嘛你要拎啦？哈哈哈哈哈。对，我想应该开了。对啊，就是要自然啊。我想说，就是来到那么好的风景之下，都还继续剪辑。剪不停的。在广东话，好啦，说说而已啦，冇，梗系冇咁勤力啦。拜拜，拜拜鱼，他们在修来修皮。哦，湿湿的，屁股都湿掉了。真的变滑吗？就是我的脚趾这个，我真的觉得滑滑的。欸、其实我很多脚皮、欸，我真的要，我那个你多带一下。咁咧，而家就嚟食个松饼下午茶，跟住咧。就冇幾耐就會食 dinner 啦，而家已經係下晝四點半啦，差唔多。謝謝。嗯。誒、欸，很可愛耶。不用。我只在。我要吃肥肉。哦，你真的很想肉哎，真的。可以啦，可以停止转。Later。哇，好靓啊！夜晚行喺条吊桥上面。Pico 有许愿咯，喺个咁浪漫嘅地方。愿望成真。等一下，你许什么愿？好啊，世界和平。没有，我许比较自私的愿。疫情。哦，不，要说什么呢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但我们是许爱情的愿，工作顺利。对对，咱们开始。全部都在这块冰岛，超大。这里是 Family Mart， 全家在这里呢，我们都可以叫出来。超级大。这里我没办法，你们回来。这边才是，就是全家的部分，认得出来哦。The next day， 由于咧今朝落咗好大雨，又唔系好大雨嘅，都有落雨，咁所以咧我哋临时改咗行程，今天 boot 牌都冇声。我哋安全起见咧，就改一条轻松少少嘅步道，阵间咧就会行斯科巴步道，未出发先兴奋啦，阳光出嚟啦。点解今朝要落雨啊？点解啊？点解啊？What？ 谢谢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靓到咧，我谂唔到你又唔嚟打卡。哦，小小妹，这么可爱。你好。一岁也没有吧？一岁也没有。系啦系啦系啦。马伦山步道，横苏妈妈。今天小健走的团友，对，轻松走一小时是水饺，是牛肉水饺，还有牛肉酥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好，好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好太阳啦、啊，晒到个地下都开始干啦。送妈妈吗？送妈妈这里，午夜送妈妈。这才来说，应该是走到这边了。对，这就是马伦了。对，但是下过雨啦，我们就乖乖啦。好，呢度有好多垃圾啊，吓。就唔该，带翻走自己嘅垃圾啦。冇人有义务帮你载翻啲垃圾走嘅，系啦，系你自己嘅责任嚟噶。嗯。
斯可巴步道咧系早期泰雅族原住民狩猎嘅场所之一，而我哋今日咧净系会行到去松妈妈就会折返啦。来，已经按了，已经按了，开始演。这里，耶，小朋友，这是什么玩法？好，有请。好，轮到我。哎呀，到达了今天的终点，住龄超过百年的五叶松妈妈。以前当地原住民上山打猎的时候，都会来抱一抱她，祈求平安顺利。哦，主线路口哎，所以它延伸一公里耶。对啊，是下面那边。是树上摇曳的树叶。松妈妈，松妈妈，松妈妈，你是海口妈妈。我不是妈妈，我不要当妈妈。高中更好玩哦，高中是真的这样，一路变到大。好，请问完成哪里？好滑。我在说这个地很滑，嗯，不爬那么远的山是正确的。嗯，这边也要就是小心了。小心。对啊。哇，还有。哇。还有，谢谢东哥。其他地方真的很近。这个是东哥自己种的。太大了吧。柿子。这人都是。好嘞，你打开嘞，好像。前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样子，对啊，超厉害，特别。是谢谢东哥找，谢谢东哥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刚好有来才有。谢谢你。斯可巴其实第一个是说两个台地像双手的意思，第二个他们原住民的时候，他们母部落在哈伦台，离这边大概3公里的地方。嗯，他这边是他们的耕作地，所以遇到的时候说啊，你去哪里？就是手指得到的地方。第三个隐喻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是他们用双手开垦出来的耕地，所以叫 Skaba， 就是手的意思。这个地名的由来是泰雅语的话，是有这三个解释的、啊。嗯，有根发出来的，它会长根。这个有发根的有没有？嗯，你是才来种。好小瓜，水要太多，水太多，你又太可能那个时间点。龙须菜，归家去要落山翻去，落山好天气。如果琴日都系咁好天气，今日就可以顺利行上东茅山噶。临时改咗行程，去咗斯可巴。斯可巴步道走了一小段，如果不是因为临时改行程，咁就不会识到东哥，去了他那里吃水饺，又不会听到他讲那么多关于养鸡啊、鸡蛋啊、酿酒啊、柿子嘅，所以我相信咧，冥冥中自有安排啦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架航拍在东哥块田附近烂了，都好过在高山上面烂咗，坠机搵唔翻啦，系咪先？起码而家搵得翻条丝。多谢 Sky 带咗 Mia 同埋 Pickle 嚟，跟住又多谢 Sam 安排呢两日嘅行程俾我哋去玩。过关，下次会再嚟，希望可以行晒过关千数。过关。好誇張啊！佢帶咗喺宜蘭帶咗呢堆嘢嚟啊，係咪傻噶？佢咪驚我哋？你是不是怕我們在古關不能吃東西？真的？不要野炊不行，不可以野炊！我要跟大家說，大家嚟行山唔可以野炊，爭火啊！哦！我们要喝点好恶心啊！救命啊！好啊，都我的。哎、欸，真的。